而这次台风呢，花莲不少农田果园都传出了农损灾情，其中寿丰乡种植果树的农民表示说，这一次的雨真的太大了，完全是超乎想象，初步损失大约有450,000元。这就全部摔下来的落果。受到海葵台风影响，寿丰乡一处果园不仅出现大批的残枝断叶，还有不少落果被浸泡在雨水当中。虽然其中有看似完好的作物，但其实都已经受到大雨的损害。农民直呼损失超乎想象。这是正常的黄金果，成熟的，这是可以贩售的。可是经过了这次的强降雨，它吸水吸太饱，怕会有水伤，所以这样子的品质一定会在两三天后反映出来。我目前黄金果、落梨、橘子损失都有不少哦，都是撕裂伤跟整个，还有再来就是雨后的灾情，再看看到时候会不会影响以后的成果。对，那有没有初步估计大概损失多少啊？初步损失40-50万差不多要了，因为等于说你一整年几乎 一半的收成就没有了。寿丰乡在短短24小时内累积雨量就高达500毫米以上，不仅造成果树的灾损，一旁的农田作物更是惨不忍睹。啊，这个怎么样？还在了？啊，这个整个都毁掉了，没有照顾也脏的，没事也脏了，这样脏完了你就脏不完了。针对台风所带来的农损，县府农业处也呼吁受灾的农户可以尽快把受灾情形回报给当地的乡镇公所，才能加速整体的补助流程，帮助农民尽快恢复日常生活，也把损失降至最低。记者徐立勤，寿丰乡报道。